上次有粉丝说想看鳄鱼玩具，我今天就带来了。现在我们开始认识一下这些玩具吧。摩托车，皮卡车，雷神之锤。猜猜这是什么玩具？小车，集装箱汽车，玩具枪，鳄鱼，客运飞机，鳄鱼，玩具枪，挖掘机，起重机，猜猜这是什么玩具？清洗干净吧，看看到底是什么玩具。猜猜这是什么玩具？雷神之锤。车，鳄鱼，皮卡车，坦克，车，日剧人。喜欢我的玩具，就分享给你的好朋友吧。